各位同学，我们接着看第九段啊，光照十一界长行，长行文，现以佛神力故，十方各有一大菩萨，一一过于十佛刹微尘所住菩萨聚。我们看这段文啊，佛讲经说法啊，这个讲经说法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上课。这么多的学生跟佛学习啊，这一句很重要啊，现以佛神力故，这是佛的智慧，德能，威神的加持，就十方各有一大菩萨啊，这个一个大菩萨，这是菩萨众里面的，像我们现在讲啊，这班长啊，啊，学生里面的领导人啊，这个领导人绝对不是真正的菩萨啊，他是什么呢？他是他方已经成佛的这个佛来啊，佛来参加这个法会，那总不能以佛的身份嘛，啊，把自己的身份降一等啊，做菩萨啊。佛家常说啊，一佛出世，千佛永护。啊，千不是数字，是形容多。啊，这一尊佛示现，啊，在这个地区，众生的机缘成熟了。啊，在这个地方教化众生。会有很多很多的佛啊，诸佛如来到这里来帮助他啊，帮助他不能用佛的身份，用菩萨的身份，叫大菩萨了啊，像释迦牟尼佛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啊，文殊、普贤、弥勒啊，都是古佛再来啊，早就成佛了，他们来帮助释迦牟尼佛啊，事先做释迦牟尼佛的学生，不但是菩萨众里面有很多古佛实现的，哎，声闻众里头也不少啊。啊，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了，舍利弗、目犍连都是古佛再来啊，啊，示现为声闻众。不仅如此，在家护法里面，啊，有长者身份的，啊，像维摩居士，古佛再来的。啊，是释迦牟尼佛的皈依弟子。当时护法里面过往大臣，啊，也有古佛化身示现的，啊，来护法做外护。这一台戏呀，才唱得精彩呀，啊！
你要不受古佛再来，你跟在佛的面前提问题问不出来，众生有疑问问不出来，哎，他们来代表啊，跟佛一问一答，哦，使旁边这些听众都觉悟了，都明白了。啊，问也会问呢，不是内行人问不出来啊。啊，就跟唱一台戏一样，啊，释迦牟尼佛是现的主角，其他诸佛如来是配角。十方世界诸佛度众生，都是这一种方式啊，佛佛平等，但是在舞台上表演啊，那是不平等。实际上是平等的，我们凡夫不知道啊。啊，这个大兴凡夫深入经藏之后啊，哦，看到佛在经上说出这种事情，啊，就是我们明白了。啊，那么佛到某一个地方实现，不是自己安排的，不是自己。哎，这个地方需要了，不是的，众生有感呢，佛就有应呢。啊，真实相《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啊，他就现佛身来教化众生；应以菩萨身得度者，他就现菩萨身来度众生。啊，应以声闻声得度者，他就现声闻声。普门品里面讲32应的，甚至于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二位说法。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宇宙啊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变法界虚空界是一家了，经上讲得明白了，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法身，法身是我们的根本身啊，是我们的真身，是一体啊，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啊，未来一定会成佛啊，成佛之后共同一法身啊，一心一智慧，立无为一然，这大乘经上世尊常讲的，所以整个宇宙是一体，知道是一体，所以这个慈悲心流露啊，慈悲心没条件，无缘大慈，无缘是没条件的，同体大悲也。啊，共同一法身的同体吗？啊，情与无情同源同质，同一个法性。啊，有情众生是法性，无情众生也是这个法性，一个法性不是两个法性啊，所以。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啊。啊，那么至于这个现什么样的身，是业感啊，我们常讲感应的，众生有感，佛是自自然然应啊，一切诸佛啊，来做来帮助佛啊，做他的助手，或者是以菩萨身份，或者是以声闻身份，或者是以过往大臣身份，或者是长者居士身份，无一不是自然的，不需要安排啊。我们唱一台戏，还先编剧本呢，还怎么样安排啊？
啊，这个演员呢，佛菩萨世界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需要，啊，自自然然，跟法性完全相应，啊，跟众生的业感完全相应，啊，所以你要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你的心就定了。你不会起妄想、分别、执着，对于无上甚深的佛法，你很容易起入。啊，你在这个里面修学，你丝毫不困难啊！啊，今天我们学习这么困难，难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业障太重了。业障是什么？妄想、分别、执着。啊，从这个里面变现出自私自利，啊，变现出我执法执，啊，三障烦恼无比的严重啊！我们困惑在这里头啊！啊，佛的教诲呀，是叫我们消三障啊！啊，回向记常念的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哎，你念这个偈子，口念有没有这个心？口念真有心，那你一定会好好的学。啊，你修学一定会有成就，一定能够满愿。啊，怕的是什么？有口无心。天天念经，天天回向，有口无心，所以什么利益都没得到。啊，所以得到的是什么呢？跟佛结个缘而已。啊，现前一点受用都得不到。啊，你要得受用的，真干，心口业入。你就得利益了。啊，所以这个是讲以佛神力故，啊，这个法会这样庄严，啊，得大菩萨来领导，啊，每一个世界都是如此，啊，意义过于十佛刹微尘数诸菩萨聚啊，啊，这个聚是聚会，啊，集会统统都来了，嗯，来以佛所，啊，这四个字就是一段，啊，这个大菩萨带着这么许多小菩萨，大菩萨当然是等觉菩萨，啊，率领底下五十个阶级的菩萨，从初这个初发心。啊，初信位的菩萨，一直到法云地的菩萨，全都到了。啊，那么其大菩萨为文殊师利的，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中国佛教里头常常说的四大菩萨。啊，这个等就是这个意思啊，四大菩萨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大菩萨了。这四大菩萨是大乘佛教的，好像四根柱子一样啊！啊，这个大殿呢，四根柱子啊，四个主要的科目代表四个主要的科目啊，为什么把文殊摆在这？智慧第一，没有智慧什么都不能解决。文殊代表智慧，像现在学校里面是这个学科里的哲学啊，哲学是智慧啊。
啊，真正智慧从哪里落实呢？从地藏落实。啊，地藏表什么呢？孝亲尊师。啊，你看看，敬业三福里面所说的，啊，这三条总共是一句。幕后佛说了，这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三世是讲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修行人，你将来修成阿罗汉，修成菩萨，修成佛，都是从这三条十一句做起的啊，这是他的正因的啊，是基础啊。那我们知道三世诸佛所修的法门决定不一样，无量法门啊，无量法门从哪里修起？从敬业三福修起，所以敬业三福是根本的根本。敬业三福头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是地藏法门。那后面两句，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观音法门呐、啊，啊，大慈大悲呀、啊，啊，地藏这个科目提升就是慈悲呀。受持三规，居住众戒，不犯威仪。是观音跟普贤。啊，幕后发菩提心，读诵大乘，啊，深信因果，劝自行化他，是文殊，是普贤啊，那可以说四大菩萨通通合成一体了。劝进行者，一即是四，四即是一。那么这个三条，前面这一条是根本，根本就是修地藏、修观音。啊，从第二条、第三条呢，那四个菩萨法门一起就学了，啊，用地藏、观音的基础扩大了，啊，普贤啊，这个是普贤跟文殊。来圆满，在华严经幕后啊，文殊普贤十大愿王到归极乐啊，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啊，为文殊师利等。这个是四个主要的科目，其他的菩萨声闻那就是
辅助的科目，啊，这是主修的，其他是选修的，啊，是助修的，科目很多啊，84000法门呐，啊，你在这个里面可以选择，啊，所从来国为金色世界等，本所是佛为不动智如来等，啊，这个我们。不必再多说了，前面都有详细的介绍过。啊，我们再看下面的偈颂。啊，前面这一行是设计的仪式，啊，我们要念一念。二是一切处文殊师利菩萨。过于佛所同时发身说此颂言，啊，这一首这个说偈仪是每一段都有，啊，文字几乎都相同，在这个地方呢，特别提醒诸位，一点，那你就是记住此地，一切处文殊师利菩萨，所以文殊师利是科目的名称，不是一个人。啊，就好像这个一切处啊，什么人来带领呢？啊，这虚若博士啊，这虚若教授啊，他就是这么一个身份啊，他的学位，菩萨是学位啊，像博这个是博士硕士啊，在此地是等觉菩萨的。我们就称他做博士了，啊，啊，这个科目呢，文殊师利是科目，智慧，啊，不是一个人呐，啊。我们在前面看到那个世界真的是无量无边的，没法子计算的，啊，每一方都是10万亿，啊，十方是100万亿。啊，那个世界就更无边了。啊，无量无边世界里面都有文殊师利菩萨。嗯，你看，过于佛所。啊，这个佛前面说过了，不动智如来。啊，不动智如来是我们自己的真如本性。这里头说明一个事实，就是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也许我们同学当中有一些老同学参加过我们这个学院学会里面的三世信念啊，你看三世信念这个仪规，这是元朝时候中峰禅师他编的，里面有两句话说的很清楚啊。此心啊，我心呢，啊，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心啊，此方即极乐，极乐即此方啊，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自他不二，生佛不二。我今天是众生，他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给我是一不是二。在此地用一个名字，不动之佛。不动是自信本定，智是自信般若啊。自性本定，自性般若所现的这个佛，不是自性现的，是哪里来的？啊，佛是我们自性啊本性
本定变现出来的。菩萨亦复如是啊！啊，观音世至文殊普贤是自性所现的，离开自性啊，无有一法可得。啊，你要再把这个引申下来，你就明白了，所有一切芸芸众生。是我自信众生，自信之外没有众生，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我对于一切众生要不要照顾？所以那个慈悲心生出来了，你能够认识，能够明了，能够清楚，是般若智慧现前。智慧你知道了，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一真庄严呢，是自心变现的。心现是变的，心识是自己，不是别人。所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自自然然出来了啊，心得啊，它起作用了啊，众生迷迷什么呢？就是迷了自信，不知道整个宇宙啊是自己变现的，不知道一切众生呢是心现识变的。所以在这里分自己分他啊，处处搞对立，处处搞矛盾啊，互相残杀啊，就好像我们把整个宇宙啊比喻作我这个身体，身体里面每一个器官打架，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对立，这个人死路一条啊，你还能活得成吗？啊，鬼神有没有啊？现在科学家所讲，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啊，我们把生物改一个字，不同维次空间的众生，啊，这样讲话更好懂。啊，因为生物你也许想的是微生物，啊，单细胞，你会想到这些。我跟你讲众生呢，哦，你这概念清楚了，一切人事物众生啊，不同维次空间就是设法界嘛啊，设法界是大的说，细说法界无量无边呐 啊这个科学家肯定啊啊，空间维次在理论上讲没有数量，无穷大了啊！佛法里面讲的法界啊，界就是界限的，就是科学家讲的不同维次空间啊，不同维次就是空，就是界限啊。这个里面都有众生。在佛经里面讲佛法界、菩萨法界、圆觉法界、声闻法界、天法界、人法界啊，无量无边呐、啊！啊，这一切处啊，一切处呢，当然你就有一切实啊，所以。不同的文殊师利菩萨过于佛所同时发生说此颂言
所以佛法里头，一切一切，一切皆一。我们在这个地方学通了，明白了，到十方世界也通了，也明白了。那为什么呢？每一尊佛在各个地方教化众生，科目大致上是相同的，啊，内容也不会例外。啊，你在一个地方学成了，一切地方都成就了。啊，这个地方一个地方圆满了，一切地方都圆满了，这不可思议。下面有十首颂。啊，这个十首颂，我们看第一首。广大苦恨皆休息，日夜精勤无厌怠，一度难度思之后啊，普化众生十七心。在第八段里面讲方便力，哎，你有方便力了，你要落实啊，智慧开了啊，方便力了，那是你的能力，你有能力教化众生，你一定要落实啊，这个时候。你过去发的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不能说是空愿，一定要做到啊！所以这个十首偈幕后一句都是讲行啊，你真的付诸于行动了啊，真干了，有智慧，有能力。啊，智德能力通通现前了，啊，这个事情要做，啊，怎么做法？这是手机里面给我们说了一个纲要，我们应当好好的来学习。清凉在注解里面书设计多以第四句为基。啊，每四句是一首，每一首最后一句是总结。啊，于中分三，这个中就是十首偈里头，十首偈里头可以分为三段落，啊，分为三个段。啊，初级，这第一首偈就是一段，总标。啊，就是总的说。好像我们现在讲的是总论或者是序论，形骸一元呢，二能普化啊，这总说啊，形是自己修行，还是比喻深广无际，你现在已经圆满了，哎，也就是说是你已经毕业了。毕业之后啊，你要为社会服务啊，啊，这个服务就是二能普化，普化就是你服务，啊，普这个字好，平等、亲近，永离分别，你有分别，有执着，你的教化就不普，就不能普遍。我喜欢这个，我讨厌那个，你怎么能普啊？啊，佛法常讲啊，慈航普渡啊，啊，普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与一切众生平等看待，啊，这个才叫做普，
化教化。啊，他为什么不用教，要用化呢？教是因，化是果。啊，化是成绩。啊，你天天教，教了怎么样呢？没有成绩。怎么说没有成绩呢？你学生没有改变呢。啊，所以佛法呢，它不从因上说，它从果上说。啊，普遍的教导，接受教导的人呢，都有变化了。啊，这个变化有三等。啊，学生呢有上中下三等根器。佛法里头常说，佛以一因而说法了，众生随类故得解。啊，老师一个人在这里教导，听课的学生呢，根性利的，哎，他开悟了，他明白了。啊，根性次一等的，他要听明白了，他没有悟入。啊，再次一等的，听了还不悟啊。啊，所以在这个成就上，啊，上根的人，所以一闻千悟啊，转凡成圣。啊，圣有很多等级。啊，阿罗汉小圣，菩萨是中等圣，地上菩萨大圣。啊，那就看他悟入的层次，他所契入的境界。啊，这都是上上根人呐。啊，中根人不能转凡成圣。能转迷为悟，哎，他真的觉悟了，真的明白了。啊，没有能够契入佛菩萨的境界，中等人。下等根性的人也有收获，转恶为善呐。啊，他道理听明白了，哎，这个恶的念头不能起啊。恶的言行不可以有啊，能够转恶为善，三根普被。至于听了完全不能了解，还是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啊，那是什么？那是个考试不及格的。啊，考试及格，比如说我们六十分及格吧，哎，六十分的人呢，转恶为善了。啊，七十八十分的人的时候呢，哎，转迷为悟了。一百分的人的时候，转凡成圣了。啊，一个老师教。啊，考试的时候，对学生成绩不一样啊。啊，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故得解。随佛说法，慈悲到极处啊，那就是说，他不断在重复。啊，中国自古教学，不愿意重复。啊，而且你要是不能接受，不能接受算了，你就不要来学吧。啊，连孔老夫子都是如此，举业于不以善于凡者，
夫子不教你了，你太笨了。啊，所以夫子之德了，比不上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再笨，只要你肯跟他学，他都不舍弃。佛师门中不舍一人。啊，在佛弟子当中，有一个周立盘陀杰，这有名的愚笨愚痴。啊，一点记性都没有。啊，佛教他一手记，念上一句不知道下一句，念下一句上面就忘掉了。啊，最后是实在不得已的时候教两个字。啊，他也很勤劳，啊，每天早晨的时候。在这个院子里面扫地，佛就叫他扫帚，叫他扫，帚忘掉了，叫他帚，扫忘掉了，这样教的时候，教了几十天呢，两三个月才把这两个字连起来了，扫帚。这样笨的人怎么能举一反三呢？在中国没人肯教他，太笨了。遇到释迦牟尼佛肯教他，慈悲大基础啊。而且在释迦牟尼佛麾下以后，他证得阿罗汉果。佛就教他念这两个字。念了几年之后，他扫地豁然大悟。佛跟学生们说啊，说他的因缘呐、佛知道他过去世他过去生中啊也是三藏法师讲经说法了。为什么这一生变得这么笨呢？他另发教别人，自己总要留一手，怕别人将来超过他。佛在经上不常讲吗？另发得愚痴报，另财得贫穷报，他是因果报应啊！过去生中另发。教你只教一半，后面那个总是留一手不肯全盘交给别人布施也是如此施财布施心量不大了。我有10000块钱，我来做好事啊，我拿5000就好了，另外5000不肯拿了，甚至是我有10000的是吧？我拿1000吧，还有什么？我拿100吧。所以他有没有得财富？得的很困难，很不容易，得的很少。如果是圆满的布施啊。那所得的功德是不可思议呀！我有10000，看到这些，我全布施掉了。可能过几天的事，我会得到10000，我会得到100000。绝不是为我要得到我才来布施，不是。有得有失，你所得的跟你失的相应，失报相应因为你有求嘛我布施多少得来的会多一点，好像加利息一样会加一些。
如果你不是一无所求，那可不得了，那个什么，跟法性相应，跟法性相应，你所得到的是不可思议的。谁能这样做呢？法身菩萨，只有他明了，他通达，他懂得，他肯这样做。所以无论是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通通称信。称信就是我有多少是多少，我一无所求，跟法性相应。那么他所得到的是称心如意。也就是需要多少，多少就来了。不操一点心。与法性相应了。什么时候做到呢？见性就做到了。见性是真的做到了。没有见性呢，可以做到相似。你像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见性，但是我们大乘经读多了，都熟了，这些义理境界都是通达而没有怀疑了。我们今天也修这三种布施，修布施的时候一无所求，得到这个相似的心得，相似的心得就是佛门里面常说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这个求是什么？求不是为自己，是为度众生，度众生需要，需要道场，道场现前了，这次书展需要借缘，很多法物借缘，这个念头才起，这个十方的法宝统统来了，那我们需要道场，这道场太小了，佛为什么不送大一点的道场给我们呢？佛所送的是恰到好处，为什么呢？道场大小不是佛的事情，不是菩萨的事情，众生福德了，这个地区众生有多大的福报不能超过，超过受不了啊，也不能不急啊，不急佛菩萨对不起众生啊。如果他没有这么大的福报啊，这个佛法来说人会发狂啊。有害无利啊。所以佛菩萨帮助众生是恰到好处，我们学习的人无论是讲经无论是听经，心安理得了，佛法如是，世法也如是，世间法了也是感应的，在佛法讲感应，在世间法讲因果，因果就是感应，种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报，如果我们这个世间人，这个前几个月我们把这个永正上谕啊，前两个月我们讲了一遍也都录像了8个小时我讲这篇东西我感触很深的讲共业众生心度善，行度善，
心行独善呢，就出现一个好的领袖啊。啊，我们常讲，哦，这个贤明的领袖他有福，我们都沾他光了。其实双方的，我们要没有福报，不能感应他来；我们有福报，他感应来了。光明是互相的。啊，这个地区众生的善业加持他，他的智慧光明加持众生。这才是真理啊。如果这个众生心行都不善，三恶道啊，恶鬼地狱众生啊，里头人心都不善啊，感应出来说他们的那个领导人是什么？鬼王、罗刹、夜叉啊，你看地狱变相图里面啊，夜感嘛，完全是自己感应嘛。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处任何环境不怨天不尤人啊，好好修自己，修自己的德行，成就自己的学问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不但改造自己的命运，也改造社会的命运啊。这是我们在上这个永贞上谕里面提到的宋文帝跟和尚智啊。和尚智说得好啊，啊，这个一百家有一个善人啊，这是个比例，一百家里的有的一个善人，一千家的时候就有十个善人，一万家就有一百个善人啊，十万家的时候就有一千个善人。如果我们香港现在这边的时候大概有600多这个人有600多万人呐，啊，600多万人里头要有10000个善人，啊，要照他那个说法，大概是600000善人，香港怎么会不好啊？啊，善人能够自自然然感化不善人。啊，使这个地区人通通都变成善了。啊，这个地方人有福报啊。啊，方方面面通通都是大福德人到这个地方来实现了。佛法里面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啊，所以我们求这个佛法就求有求必应。到哪里求啊？从自己心性当中求。不是从外面求啊。外面求不到啊，自己心是能感，外面就有应。所以佛法叫内修啊，啊，佛经叫内典呐，是从自己心性里面求。啊，我要善的，我要好的，我要清净的，修自己的清净心，修自己的善心，啊，成就自己的德行。你的家庭圆满，你的事业圆满，你居住的社会环境样样都圆满。普化了。啊，这些道理是真理，我们要细细思维。啊，要多去想想，想通了。我们佛法讲你觉悟了，觉悟肯定回头啊，
从今而后，不但是我的行为没有了，我的念头都没有了。啊，一个人回头，能够带动许许多多的人回头，做一个好样子啊！啊，我们今天在全世界，这个世界动乱不安了，灾难频繁了。所以我们今天劝什么？劝宗教徒们啊，因为你们都信神呐，啊，神圣的教诲都是教导我们断恶修善，啊，都是教导我们仁慈博爱，啊，都是教导我们舍己为人，啊，我们真能够依照神圣教诲去做，啊，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慢慢影响到别人，扩大到社会，这个社会上灾难可以化解，啊，接运可以推迟，啊，都在我们自己诚心真心去做，才能有效果，啊，我们自己的灵性天天往上提升，智慧天天增长，烦恼习气天天减少，这是化变化了，真的变化了。所以用教化不用教学啊，用普化不用普教啊，意思在这个地方。现在时间到了。